真是难以置信，为什么要拒绝加入我们？你不过是个怪物，只懂得毁灭的怪物。你以为自己是在对谁说话？你会后悔的，你和我们才是同类。那个叫希尔的完全是个弱小的废物。取悦我的话，得再加把劲儿才行呢。毕竟，我和那个温柔的笨蛋不一样。我啊，最喜欢看到痛苦的表情了呢。哟，原来还有能动弹的呀！来吧，跪在我面前吧。游戏。开始了。